包喜乐在29号的琼斯杯台日之战，首度登场表现亮眼。帮着马尾在球场上卖力表现，包喜乐五官立体，外形靓丽，加上高人一等，在球场上格外突出。我们速度是蛮快的，所以我在美国是比较慢，所以我今天刚上场的时候，我觉得哦，好快哦，一直跑，所以是需要适应。24岁的包喜乐，台美混血，196公分高，80公斤重，担任的是中锋的位置，是台湾女篮史上最高的球员。29号初赛，近3000名球迷到场支持，全部球场都满满的人，我是很感动，我觉得我真的是很感谢台湾人这么支持我们的球队。 包喜乐自评在中华队的第一站表现不算好，但他在23分钟的上场时间还是拿下13分，十篮板的双十表现。可惜没帮球队赢球，不过他手上的抓痕也证明他的拼战精神。我的球员他们都会看这些东西，然后如果我说一个人的名字，他们全部就会很伤心。其实我跟大家的感情都很好。看他打球吧，因为没看过，而且听说还蛮高的。 想看本人打球吗？名字很特别，然后就很漂亮，然后很高。30号晚间，包喜乐担任先发，迎战纽西兰队，球迷们提前5个小时到球场等候，期待他的第二场表现。长相甜美的包喜乐，用他的球技征服球迷，成为最亮眼的篮坛超级明星。记者文凯、传月芳台北报道。